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洪孟凯，欢迎您收看本周的希望好所在。一望好所在，每个礼拜哦，孟凯其实真的都非常期待这个访问的这一天。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的访问都是一趟这个生活、心灵跟知识的旅程啊。 怎么会说那么夸张呢？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在地我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或者说在地我已经了解的够透彻了。但是透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访问呢、哦，我们才发觉是说哇，原来我们在地有那么多精彩的人事物，都是过去可能还没有接触到、还没有看到，或是说以前可能认识，但是没想到哇，背后的故事是如此的精彩啊！ 也因此呢，呃，孟凯在做这个节目之后呢，常常我在地方上跑行程的时候，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会给孟凯回馈说啊，我有听您上一集的节目，我有看到你上一集的访问，然后呢，都说说哇，原来。 我们地方的这个人物是如此的精彩，其实确实啊、哦，我们地方可以变成是一个 “heaven a h 就是有那么多精彩的人事物。也因此呢，这一集的节目一样邀请您放下手边的工作，放下手边的遥控器，可以坐下来静静的欣赏我们这一个礼拜又为您带来哪些精彩的专访。好，我们提到了这个传统的中国。 武术哦，曾经有人讲过一句话，就叫做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就是说在武术的这个呃方面呢，其实就跟文章、文学、文采一样，它都是一个呃博大精深、相辅相成的两条路线啊，也因此呢，今天我们特别也要为您介绍，在我们淡水的这个奇人、这个宗师、这个老师啊，他就是我们这个长拳螳螂地宫门的。 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呃青岛武馆的馆主、嗯、哦。林昌香老师林昌香师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林老师你好，主持人好，<是>各位乡亲大家好，是,是老师我们是不是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是说您是这个呃青岛武馆的馆长是哦，那本身呢这个就是长拳螳螂,螂地宫门，这个算是您的门派是是哎这个门派。 有螳螂，是不是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这个螳螂拳？螳螂对。但是这个是相同的吗？是不是也请您跟观众朋友来做个说明？<laughs> 是啊，讲、呃、到青岛武馆哈，嗯，哦、呃，在淡水啊，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是，那会取名叫青岛武馆，就是我的老师恩师高道生，宗师是从大陆青岛过来的。哦，哦<是>如果今年还健在的话，一百零三岁了。嗯嗯<哼>，好、哦，非常。 一个武术界的一个泰斗，嗯，那为什么又取名叫长拳螳螂地公门呢？这是属于门派。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呃，一辈一辈的传承当中，啊，像我这个系统，的门派叫长拳螳螂地公门，嗯、表示主要学的三大系统的拳术：长拳、螳螂拳，嗯哼，跟地公拳。 地公拳，地公拳，在地趟拳翻、嗯、啊滚，叫地公拳。<是>那这个属于一个门派，就好像是信一样。那今天，呃，老师叫我用了青岛武馆这个名字，就好像是我的家，我的武馆。嗯<哼>。那以后开枝散叶之后，一样是沿用长拳螳螂地公门，或许可以用孟凯武馆啊啊什么武馆，那就表示传承到世界各个角落去了。嗯，了解。 就像呃，可能我们电影里面，当然就说很多的这个武术的电影，其实大家都很习惯来这观赏啊、哦。比如说像咏春拳，它就是一个门派，但是它可能到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师傅来教导，或者说不同的武馆来教授，那就是不同武馆跟不同师傅，但是都是学习这一套的拳法。是是。哎，那您这边学习的是长拳、螳螂拳跟地公拳，哎，这个三个拳法好像。 有些时候，大家就想说，这个精通一门就非常的了不起，<是>更何况是三门？是这三种拳法是都有呃原理跟可循，还是说都是呃来自同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源头吗？<是>呃，在山东，嗯，胶东，嗯，这个地方，山东呢自古就是人民多票悍，习武好密度相当的高，民风从武从武、嗯、对，因为。 我们从近代来讲，严世凯，嗯、严凯在世凯他创新军，对，好、哦，对义和团的发源地在山东，是对水浒段也在山东，所以很多拳种的发明，像螳螂拳、孙兵拳，所以齐鲁之地，嗯，好，啊，梅花拳、文胜拳、螳螂拳，嗯、对，通通的发源地都在山东，嗯、<哼>所以山东当年在民国二十二年的时候，在全大陆的 武馆里面，青岛国术馆是名列前茅的哦。Oh, 是，欸、嗯，那这三个拳种呢，自古以来两三百年来，这个三个拳种都是互相的去研习。嗯哼。好，我们学学东西，学武术当然是一门深入，<對>但是螳螳螂拳它是从长拳演变而过来的，oh. 所以举取了它的一些实战。 的动作，嗯<哼>，那地功拳，所以以前在山东、在胶东、烟台、莱阳这些地方，嗯、<哼>老前辈学东西，常常就是螳螂也学，地功也学，长拳也学，嗯<哼>，那流传的几百年来，好、哦，像七星螳螂拳的祖师爷，他本来长拳就练得相当好的，嗯、而且是武魁啊，啊，是考上武举，武进是武举人呢、啊、是，那。 他听说某某师傅螳螂拳相当好，他很不服气，就去跟他去较量一下。嗯、哇，发觉到螳螂拳怎么这么实在好，所以呢，他又跟他学了螳螂拳。螂拳所以他在他以后传到他的徒子徒孙里面，就会有螳拳的。 内容也有螳螂拳的内容，哦、是，所以是这样子。是，等于是说，本来当然是说不同的拳系，但是有中间经过一个师傅，他把两个拳法给融合，那之后再有这个师傅再去教导他下面弟子的时候，可能就变两个拳法各取所长，那融会贯通就变成是另外一个新的套路、嗯。对，而且主要是他的动作很相近，嗯、动作相近。嗯。嗯 其实有些时候，我相信这个老师林师傅已经这个习武那么多年，应该知道，就是说有些时候道理是一点通百样通，对不对？对一通百一，是是百一通是的。哎、欸，其实我觉得说现在呃，访问到现在很难得的是，我们林师傅他即使贵为现在是这个已经宗师等级，但是很谦虚哦。你看这访问的时候，还是把我们师傅的这个师傅。 那甚施工了吼，都还是把他的这个呃照片给放在旁边，就是真的代表是说我们人都是要永远怀着感恩的心，对不对？对我们，哦、呃，我们地方说呃饮水思源呢、啊，嗯、好，那八十年我在淡水创立了青岛武馆，对，九十年呢，哦、呃，我就创立了这个道生中国兵器博物馆，嗯<哼>，也是台湾的第一座。 好，以中国兵器为主题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博物馆，是。那用道生，就是因为缅怀老师，纪、啊、念老师，希望我甚至我的徒子，以后的徒弟都不要忘本。嗯哼，是。哎、欸，老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说一下，是说那您是从小就开始接触到我们武术的这样的一个熏陶跟培养吗？那还有，因为。 毕竟现在人啦，然后我们的实在话讲说，现在人好像要学习武术，也许小朋友会教什么空手道、跆拳道，但是真的说要把武术变成说一辈子这样子的，呃，学习变成是一个职业，可能现代人相对比较少，比例上来讲比较少。那您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是，嗯、呃，从我们这个年纪哈，呃，五十一岁，嗯。哦 <那>看起来完全不像，<那>呃、啊 <laughs> 啊，谢谢。对，希望收养年轻哈。是，那都经历过了升学主义，嗯，那家长都希望他的小孩子能够，嗯、当然都希望成龙成凤，哦、当然能够考取医学院呐、啊，好的学校，磨一个出出的社会，能够磨一个好的工作。嗯，如果不是碰到我的恩师高道生，或许在我的内心不会冲击这么大，也改变了我的。 一生，嗯，因为我现在是做了他传承的工作，对，我的老师一辈子习武，一辈子教武，那给我的启示、启发相当的大，所以我说我不得不感谢我的老师高道生，嗯，好，那在这么多芸芸众生当中，习武的人或许很多，但是能够说终身能够去。 嗯、呃，把一辈子在从事这一个工作的，或许真的是寥寥无几。嗯哼，那我想这希望要有一个很大的文化的一个一个传承的一个一个使命感呐、啊。嗯哼，嘿，所以啊、呃，当我从苗栗高中毕业到北上來淡水专校念书的时候，在古中时候碰到我的老师，呃，我突然觉得说。 他打拳的那种美，真的是很震撼，震撼我的一个心灵。对，之后当然经过一番的挣扎，我决定以武术作为我武术的作为我人,人生的一个生命。对，哎，所以我到我现在来哈，不管到国外还是说在淡水本地，在台北市去教授这些学校的机关团体，嗯哼，教国术，那我觉得。 我好像也跟我老师一样走了同样的一个无数的路，嗯嗯，嗯是，所以您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受到这个我们高道轩老师的启发，所以说您就走上这一条这个学习的道路。诶、欸，刚刚我们主持人讲过了，嗯、其实习武的风气在乡下没那么盛啊，哦、嘿，是我高中毕业到淡水。 专专校来念书的时候，嗯、<哼>学校古术社对碰到我的老师，嗯、<哼>那我才真正的了解到说国术这么的精奥、啊。对，嘿，因为他很平凡，他也看不出来，他真的是一个身怀这个绝技绝技的一个功夫高手，嗯、<哼>他就是这么真实，这么平凡。嗯哼，他也没有多言，所谓应该是讲说木讷寡言。 但是功夫是这么的好，嗯，他也不说他是什么，但是我慢慢了解他的时候，才了解说，哇，真正的是武林泰斗，就是这个样子。对，数十年如一日，就是这么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这么规律，这么的自我要求这么高，就是这种武夫老师、嗯。对，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武侠小说里面，金正是功。 不是高人啊，这个这个横空出世，这个深藏不露的高人，通常都是一个最平凡，可能呃没有说那么的高调的一个人哦、啊。所以我们就想就是说，就像金庸小说里面有讲，这个最厉害的武林高手是可能长阁,阁的这个小弟。 扫地、呃、老生哦，但是呢，他一出手便知道，行家出手便知道有没有。然、哦、后我们林老师也是一样，我们这边林老师赫赫有名的几个经历，我也简单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哈、哦，二零零四年大陆首届的传统武术世界杯男子的软器软器械的金牌那。 二零零四年一样，就是男子的拳术金牌。二零一三年二十届全球华人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的中华武艺奖得主，以及二零一六年美国纽约新唐人世界华人武术大赛男子器械的金牌。哇，老师真的不简单！您是不是手上也带来这些资料？都是您之前参加比赛的一些呃资料画面？是，呃、嗯。 比赛是一个原动力啦，哈。对，像二零一六参加这个世界华人武术大赛，呃，原本想说已经退，已经隔离比赛这么久了，嗯、嘿，最后面还是鼓起勇气，嘿，带着徒弟去比赛，<laughs> <laughs> 是，那有个示范的作用，呃、对，还蛮幸运的啦，哈，嗯嗯拿到这个唯一的金牌，嘿，是，好，那当然这是一个。 比赛的殊荣是一个科技啦，嗯、<哼>我觉得人生就是多少付出多少回收啦，好、哦，就是要努力就对了，嗯嘿。那像这一本啊啊、哦哦，观众可以看到这本啊、哦、一代宗师高道生，嗯、对，这是我一百零三年的时候出版的，嗯、<哼>也就是为了纪念方老师写的一本传记，是，好、哦哦、就是。 高道生他的传记，对，是。欸、老师，其实您刚也提到哈、喔，就像这个武术，它就是文化的传承，嗯、我完全认同哦、喔。因为你看很多的我们一些所谓的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其实十八般武艺就是十八件兵器嘛，對,对不对？那你说真的要把这十八件兵器？ 用的炉火纯青，那等于是说，这个就是中华文化五千年的这样传承下来。这个不是说这个只存在在小说里面，这确实它就是一个很深厚的文化。所以说，您这边好像也非常擅长我们所谓的这个兵器的运用，对不对？呃，是的。那这一张是苹果日报啊、嗯、啊几年前做的一个报道，是啊，就是在我们的道森中国兵器馆做的一个报道。嗯嗯 那上面呢也展示了几样比较特殊的兵器，嗯啊，包括这个呃，我的老师出身西北军宋哲元将军部队这个二十九军、嗯、<哼>啊，在劳山打游击的大刀队，对，哈、啊，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啊哈、啊，然后还有一些奇门兵器，嘿，嗯，那我会成立这个道生中国兵器馆，呃，最主要就是说一直在思考，如果 如何去发扬国术？嗯哼，因为大家都升学主义，嗯、对。然后我觉得忽略了这个我们的国粹，嘿，然后挂上这个国粹是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嗯<哼>，就像我们的国医、中医，嗯，国画<化>、水墨，哦，对，好、哦，国乐，嗯，国术<術>，对，挂上国那是何等不得了的意思，国父。 嗯、太大了吧，对不对？太伟大了，挂上国那是多么沉重、多么伟大、多么崇高的一个东西。对，但是往往现实的社会，因为太沉重了，扛不动、背不动，所以呢，变成说大家就搁在一边。嗯，那我觉得真的是宝贝，好、哦，太太好的东西了，大家不要。嗯，好、哦，那不是说不要啦，就是。 能够说一辈子去追求、去研究它、去发扬它的，相对真的是要要有使命感，要有那个动力、使命感哈、嗯哦。这个就是，好、哦、对。那呃，所以讲讲到恩师呢，啊、哦，嗯、这有一本特刊，也就是我们啊<對>、呃、已经办了十届的道森杯国术比赛，嗯、由全国性的啊已经跨到国际赛。 所以每年呢，我们都會邀请六到七个国家的国外选手来参加。那也就是说，蛮安慰的，就是说，我们从淡水到跨淡水到国内，甚至到国外，邀请这个日本啦、啊、韩国啦、啊、新加坡啦、啊、哈、哦、好泰国、大陆的一些武馆来参参与，也等于就是发扬高道生的精神，发扬武术的精神。嗯嗯好，那我们知道。 呃，其实武术我们讲过，呃，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武术。嗯、武术它的心火，呃，它不是旋风式的，像蛋塔啦这种很追求很被选烟上的东西，<對>放一放就没有了。嗯、但是呢，它就是那个心火，它绝对几世几百年，它绝对不会断。嗯,嗯，就是这么有有心人、嗯。对。 会去传承它，会去接触它，会传承千百年，不用说，一定好。对，它里面的内涵一定有相当深奥的道理。就如同我们孟海兄讲的，博大精深。嗯，确<對>实。<對>其实，呃，中华武术这个五千年的这个时间呢、啊，真的传传统的这样子历练累积而成，我想这个是绝对。 外人都对我们非常羡慕的，当然我们自己就更应该把它给保存跟发扬光大。哎，老师，您现在这个青岛武馆里面的徒子徒孙起码我啊这样，因为我们跨历还有从这个大学、高、中、国、中、国小都有在积极的培养我们这个种子啊，<是>等于是让国术的这个种子永远都不会消失，是,是不是？也来说明一下，说现在我们青岛武馆的一个状况是。 呃，青岛武馆从八十年成立哈，嗯、<哼>到九十年创立的这个道生中国兵器博物馆。对，刚刚我讲说为什么用兵器古博物馆，因为国术的文物它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嗯、<哼>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视窗。对，好，我们曾经在淡水元一厅去办这个中国百年兵器大展，就有淡水国中啊、淡江中学的美术班来画画这种奇门兵器，叫不出名字。 这个叫二郎神的三尖两刃刀，嗯，这个是《水浒传》啊、哦，这个黑旋风李逵拿的双斧，好、哦，还是傅三娘拿的双刀，各种奇门兵器都有。嗯、那他们来看，我们就等于是等于在教育他，所以成立这个兵器馆，就是说让很多原来就不懂国术、不是这个圈子的人，认识文物之后，也喜欢来练国术。 不仅强身健体，嗯、其实它是修身养性，嗯嗯<哼>，让一个人有所本来面对这个纷纷攘攘的一个世界，世界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嗯、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说，我们成立千岛武馆，除了传承我们老师的希望一代传一代的一种薪火相传之外，其实是让很多人具备有这种能力。就像我们现在，你要具备年轻人要具备很多能力。 还有办法去跟世界接轨，去有一个竞争力。那我们立足在淡水，立足在台湾，还是在立足国？这个是国际也好，你有什么能力？身体要健康，嗯、甚至你有练武之后，你有这种胆胆识、气魄，去开疆拓土，说不定郭台铭。 私底下都有在练，但是马云有在练太极拳吧？嗯<哼>，对不对？对，那他，我相信他从武术里面一定给他很多的启示跟帮助，嗯、让他可以承受这么大的一个压力，造就这么大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王国。嗯，而且其实老师，我想你应该也都可以认同，就是我们的这个武术哦，其实讲求的它是一个呃阴阳两极，然后是一个稳重。 修身养性，尤其是真的是越是武功高强的人，越不轻易出手，因为不会用武术来当做是争强斗凶的工具啊。所以，其实武术对于自己的好处，是不是在于是说整个这个呃身心灵的熏陶？ 是，我想大家可能像主持人也看过金庸、啊、还是古龙的小说，对，可能会向往以前的侠客，没错<錯>。好，这个 <laughs> 浪迹天涯，对对，路<果>见不平拔刀相助，对对对对，<laughs> 还是说可以逆风而行哈。对，好，这个杀人不啊不入于行。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学大师南怀瑾。 他以前在西子湖畔，在杭州，他就学了好几年的功夫。他也非常的向往这个当侠客，嗯，好，后来就转成啊儒啦，变成国学大师了。是，我我们要知道，有很多人是受到武术的一个启迪，然后才成就他的天命去做他的工作。嗯、那武术除了强身健体，除了你梦想成为侠客。 还是说可以像戚继光，像这些将军可以保家卫国、嗯。对。甚至说，像人终究要走完尘世这个百年，到完成这个任务。嗯哼。修道修仙，那他的一个任务，不为良国父说的不为良相，啊、变为良医嘛？我觉得还有一个。嗯 出事的一个很积极的作用，叫济世救人。对，我教你功夫，你身体好，那医院也少了很多医疗资源、啊。对，整个社会也都是有帮助的。那我今天教了你，因为你有这个胆量跟气魄，嗯、<哼>你不会说因为我承受不了压力。我们很多很高级的台大生在大陆工厂。 想不开就嘣就下来了。啊、那我觉得说，如果他因为有这种抗压性，这可能也是习武他带带给他的一个好处。嗯哼。那如果说今天你能够练到物我两忘，好像天人合一一样，我觉得这个社会得和谐，少的这种真真朗朗。嗯。那你动打我动炮，你看看这个要浪费多少社会资源？嗯。我觉得他带来太多的好处。老师会不会看到现在好像社会上有很多这种？ 呃，一时情绪失控，然后这不管说爱情啊等等部分，嗯、<哼>那是不是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也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哎，真的学武的习武之人呐、啊，应该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跟一个这个启示启发来看待这些社会上的纷扰？嗯，来物管学生的学来学拳的学生不外有好几种，嗯，第一个身体不好啊、哦，像强身，毛毯的，对，过敏性的。 然后先天体质不良，先天这个不良的，嗯、<哼>拿它来练这真的好了。这很过敏体质，这个先天不良，啊、练练莫名其妙就好了。这练武带来的好处。对、嗯<哼>，第二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柱，<对>我们在意念的力量、精神力量是很强大的。好、哦，我所有中药都讲信愿行嘛。好、哦，国父也讲，有这个信仰才有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在哪里？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内在的武装的精神的。 毅力，这个是帮助你在你的事业也好，嗯、<哼>在各方面一样都是最重要的。是，嘿，那也可以让你的身体，不管是当当将军一样冲锋陷阵，还是在企业里面，可以有这么这么大的一个能力去抗压，去这个。 去中横百合当外交官，嗯、当军事家，接得这个都是练武带来的一个好处，<對>甚至它就是一个艺术。<是>今天我看到我们的老师在练武，就候，啪啪<是>、啊，那个这么美，其实是这种美震撼我。没错<錯>，因为武术它就是一个艺术，嗯、<哼>肢体的艺术，它好美哦、喔。美在哪里？你要慢慢去欣赏，慢慢去看，觉得<是>你很美。我觉得美就是一生的追求，嗯、所以我今天走上了武术这条路。了解哇，今天真的很难得的邀请到我们。 长拳螳螂地宫门，我们青岛武馆的馆主林昌林昌香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真的透过林老师这样子深入浅出的一个讲解、哦、我们又稍微的对这个武术有多一点点认识啊啊、呃！如果说您对这个有兴趣，当然强身健武，我想这个是呃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方式，都可以再来搜寻哈、哦。我们长 长拳螳螂地宫门，我们青岛武馆林昌香老师。OK，我们休息一下，希望好所在，待会回来。